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念第十六课，到哪里去买？甲，我们应该准备一些话具。乙，纸墨砚都已经有了。甲，应该再买几支毛笔。到哪里买了？文具店、百货公司都有卖，有的书店也卖。乙，今天下午我们一起上街吧。甲，好的，我想顺便也买一些别的东西。好，乙康人，乙康人哦。那甲乙坤甲甲坤乙脉动不同了哦。OK， 老师再念一次哦，第十六课。到哪里去买？我们应该准备一些画具，纸墨砚都已经有了，应该再买几支毛笔。到哪里买呢？文具店、百货公司都有卖，有的书店也卖。今天下午我们一起上街去买。好的，我想顺便也买一些别的东西。OK， 给你哦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